启示录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看哪、啊、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达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
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，都写出来。论到你所看见，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第二章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，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议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，那有两刃利剑的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所以你当悔改。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。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，那眼目如火焰、
脚向光明童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